呼啊。我们要再相信人一点，好不好？阿呼，来，睡觉，你不要睡觉，你怎么会掉下去啊？阿呼。为什么是我的话，阿虎就一直要掏出这个玻璃屋，不公平！他起来了，赶快躲。好可爱哦！这是在合唱吧？阿虎。你很像变成手哎，你的长相。好像变了，熟了熟了，长大了。你真的是阿虎吗？阿虎。是哦。还是一样帅啊哈。哈喽小朋友你们好吗？我来玩捉迷藏，快点来玩来玩，哎，来这里，把握你们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我已经尽力了哦，啊，孩子们，来玩，你们要再相信人一点，好不好？不要都躲着，这样就对了。Hello， 牛奶，你很棒啊，哈，这样就对了哦，你好乖哦，对，折手手，要不要来那个四脚朝天？来过来过来摸摸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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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倒了倒了倒了。这个小撒娇好可爱哟、哦，浓牛奶。不管未来在哪里，你都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再呼噜了，好可爱，这么可爱，哎，四脚朝天，四脚朝天。好好注意啊，好喝水，喝水。牛奶进步很多。那咖啡呢？咖啡两个成功，来摸摸，来，放在前面，不要害怕，就没事。你有没有觉得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？反正你出去也是得被狗追，不如我现在给你个机会，可以吗？看来是不可以。趁现在多吃多喝，在外面是没这么好的。你跟咖啡好好沟通，你要塞进这一个，不知道什么盒子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整个刚好塞进去，满满的，满满的，大只一点就不行了。嗯，我的牛奶好可爱哟、哦，你们值得好家庭的说吧。对不起，当我没有讲。我下去了一下子，为什么我的椅子被占走了？阿虎啊，为什么猫咪们总是没办法听得懂人话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还是派你下去跟他们沟通。好不好？跟他们沟通，跟你一样相信人类，可以吗？你怎么可以这么的神呢、啊？应该很多猫都跟你一样吧，愿意跟人类当朋友，好不对，把人类当奴隶才对。啊，椅子是你的，椅子是你的，椅子当然是给猫咪坐的，不可以分我一点吗？还是你先跟我去睡觉，晚安。怎样呢？我不能睡吗？半夜十点，让我睡一下吗？那谁要陪我睡？Oh my god， 很棒，这样很好。我是在做梦吗？哎呀，又走了，真不是够朋友。哎呀，感情真好啊，你们。